好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除此之外，9周年了嘛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们也参与很多的公益活动，也是跟着红星智慧一起走过9周年。那今天也借由这个活动上面9周年要来进行一个捐赠的仪式，然后你们要捐出990公斤的米，然后给弱势家庭的小朋友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米给端上来，然后请我们弱势家庭的代表也可以一起来上台接受这990公斤的米。哇，990公斤的米要照顾很多人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的米先把它拿上来。好，好，现在以前是扛沙包吼，现在要扛米袋了。这边只有3公斤而已哈。你有健身，好，我帮你收一下麦克风。好那我们就要把这象征990公斤的米，然后借由白兔的双手，然后传递到这些有需要将近100户的弱势家庭。好，然后我们一起大家视线看一下前面。好，从左手边开始看起，左手边。好，再慢慢转到中间。好，再来到我们的右手边。好，右手边再稍微停一下。好，中间黑色衣服。好，那个，好，中间黑色女生。好 ，OK 吗 ？OK 喽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象征990公斤的米，然后传递给我们这些弱势家庭的代表，然后将这些幸福传过去。好。好，先谢谢这些妈妈跟小朋友们，那我们先往那边移动。好，谢谢。紧接着啊，9周年走过，你们还记得你们曾经出过一本公益书，当时书里面的主角也有3位来到我们现场，让我们欢迎3位主角，当时都还是幼稚园，现在全部都长得比你们高了。来看一下3位小朋友代表。哎，你们两个是企图也是想要走他们的路线出道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男生，他们当时还跟着你们一起去吃麦当劳，然后你还带这个小鸟去溜冰。瞬间是不是觉得我们老了？还好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红星智慧的秘书长也有一个感谢状，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好，是的，19岁是我们有那时候写一本书。对。嗯，然后哇，大家一起长大了。当时我们19岁。对。一样爱着你的时候。对，你忘了，18还是19？19。好，然后今天小朋友也都回到我们的现场，然后我们来一起拍个照。好，送上这个礼物是一个沙漏，也象征就是积沙成塔的一个概念，不仅是祝福他们的演艺事业工作能够积沙成塔更上一层楼之外，同时也象征着爱心的一个累积跟传播，然后让他们除了把这999公斤的米传递出去之外，同时也能够去让更多的家庭去感受到白兔对他们的爱与分享。好， OK 吗？好，谢谢，也谢谢红星智慧的秘书长，同时也谢谢这3位小朋友。好，我们先把道具一起拿下去。哇，等一下还有时间，好好的再慢慢互动一下。好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又要来厉害的了，就是我们要来进行媒体联访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媒体联访前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？就是想要谢谢所有的粉丝们还有媒体大哥大姐们，就九年以来就是对我们的照顾。对。对，然后想说我们的爱呢可以长长久久。好的。好，再来，黑色衣服身上有很多小点点的。好，再来正中间女生，正中间。好，再来白色衣服灰色衣服的男生。好，再来右手边黑色衣服的男生。好，再来白色衣服的女生。哇，我们很少那个记者会或活动会一个一个点名的。好，再来粉红色的大哥。好，再来最右边灰色衣服。好，我们再俯瞰一下那个公益爱心米的部分，然后捐出了这个米，然后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一样从左手边开始看起。
好，再慢慢转到中间。好，正中间，雅欣。好，雅欣旁边。好，再来右手边，黑色衣服。OK， 再来最右手边。OK 吗？大家？可以，好。好，那再一次谢谢各位现场的电子媒体朋友，还有摄影大哥们。